之后气血上涌引发的心悸之症吗？从此不碰男女之情，便不会伤及性命。我成了整个大浴场唯一不用嫁人的女子，简直太爽了！绝对不要让我遇到任何桃花，好的烂的都不行。月下仙在上，却不必赐予我一段良缘。以咱们小侯爷的人才品貌，哪样的女人找不到？那他们倒是来追我呀！还请神仙仙助我一臂之力啊！你既然接住了他，你帮他找到正缘之前，这份元气会一直束缚你。那万一没找到呢？嫁给他呗。你只需找一件慰藉贴身之物即可。怎么又是你？我要和你做朋友。你要什么？你的贴身之物，汗巾都可以抵困气。枣泥膏、杏仁糖，你不是喜欢吗？现在是你的主人，就是我让你往东，你不能往西，被我出去。走，他们老师有何指教？喜欢一个人应该怎么做？你能教我吗？还好，没有当场。我喜欢你。积了多少辈子的德，才让我遇到你这么一个好男人？